张军，到。刚才你在干嘛？听到广播了吗？听到了。想着和大家一起来。乔鞋。乔鞋。到。你觉得听到集合的号到现在用了4分半钟，你觉得正常吗？不正常。既然作为一名消防员，就应该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迅速响应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三个新消防员里面啊，张家元还算比较快一点集合的速度。张家元，你听到号令了吗？听到了。那你有没有通知两位队友？我醒了，我就起来了，我忘了。虽然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干什么，但是既然听到了命令，就要及时的到指定的地点集中。这是我们作为消防员最基本的一个常识。不管你在干什么，就像听到火铃一样，要出火警了，就应该迅速60秒穿完个人防护装备登车出动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。好好反思一下啊。有错就认呗，因为我们来就是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消防员，没做到就该罚就罚。所以说咱们这是罚站了，可以这么理解。说今天还算挺早的，我也没有那么晚，反正我也跟自己罚站就可能有点憋屈。接下来你们10位同志按照生命引导线的方向走到你们该到达的位置，来接受你们的处罚。快，生命引导线。哥，走。去哪儿？好的，明白。处罚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没太明白。我也没听懂呀。哦，这边这边这边。走走走走，下去下去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没事，没事，走走走。来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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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批评他们集合速度太慢了，所以他们现在下来快了，老快了。老快。啥意思呀？躲好了，躲好了，躲好了。好，往里躲一点。他们还在那站着呢，都懵了，说我也不今天过生日。我们队里面有一个传统，过集体生日。那我们可以1、2月份一起过嘛？秦霄贤、张家元、张冰冰三名同志也是这个1月份过生日的。我们自己本中队的老同志还有7个。这样的话有10名同志，原来我们都是比较简单，然后这一次嘛，大家既然这么多人嘛，我想能不能活跃一下，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新加入的6名这个消防员更快的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。是这样，最好是就是队长在这开着开会，一定要严肃一点啊，批评他们，对，包括新来的人表现有多差，对吧？起床前来得及不？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严鑫，你看一下位置是不是中间？加油，还有12分钟，还有15分钟，兄弟们，奥利给，奥利给！好好反思一下啊！好了吗？我已经骂不动了，他们现在肯定已经
很慌张了，每个人都被骂了。我一下楼这整个生日快乐整的还挺有意思的，给一巴掌再给一甜枣，回头还给你揉揉脸。因为我生日可能过了比较久了，我说怎么我也能蹭个生日吗？这个有些，因为今年的生日我没过。他们看完视频之后再动。放视频，放视频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我在这里祝一月份、两月份生日的消防员身体健康，希望你们每一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。挺猛，让猫哥说说话啊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魏大勋，在这里呢祝一月和二月过生日的消防员同志生日快乐，祝大家呢出警都顺利平安归来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张一奇，祝一月份和二月份过生日的新同志和老同志们生日快乐，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所有事情都可以顺顺利利，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圆满完成，大家生日快乐。祝福所有的战友们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再生，再生，呱呱，再生，爸爸祝福你生日快乐，工作愉快。长得好像，工作愉快，好像啊！在新的一年里，愿你一切平安。小勇高兴吧，看看我爸爸妈妈高兴吧。你看爸爸妈妈身体都特别好，家里面一切都好，保佑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子，爸爸为你感到自豪，为你骄傲。究竟你的生日，家人们不能陪伴你的身边，因为你是一名消防队员，身上担负着责任，希望你平平安安努力工作，妈妈祝你生日快乐。亲爱的王仁生日快乐呀。哦，亲爱的王仁，来来来捞位捞位来。很遗憾这次生日没能陪你一起度过，希望以后的每一个生日都能陪在你的身边。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让人心动的新鲜感，但长久的陪伴最为难得，未来的路还长，我们一起努力。燕燕，我们祝爸爸生日快乐，是不是啊？周度消防站的全体官兵，祝你们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，平安喜乐。平平安安出去，平安安。这句话对我的触动比较大，因为这一份工作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危险，我只希望大家平安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哎，你知道我刚才我的确往那边跑了，我以为出警了，我也以为出警了，我也是。